来把鱿鱼。哎呀，怎么一玩这种鱿鱼这种的，对面的全是远程，还杀远程，不能来点近战吗？ 这不来把狗头，我一楼。给我整个鱿鱼丝儿，快点的。 你不用你铲我那鱿鱼丝儿没用，现在马上升二啊，然后等个被动，右边出来鱿鱼丝儿，哎，直接上来砸他。 再来座坟墓如何？鱿鱼丝儿再出来一个，那左边出来吧。我醉。满个眼儿的。想操办你的仪式。 不走了，每个人都会挖下去。温和友善，这些脸庞里，有些是我非常熟悉的。 再来座坟墓如何？药比我多呀！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我这也耗不过他呀，没有药了，没有蓝了。岛屿会记住的。 不过他也没有血了。我必须挖下去。他把我鱿鱼丝儿都给我打没了，可恶！罪业的胜利，追逐渴望之物。等他过来啊！ 我不能回家，这不坏了吗？我不能回家，我不能回家。哎呦我操！他有闪现呐，给了我一出子。他有闪现，怎么没人跟我说呢？海洋整合一战。
没有变化，有些东西就会常年往心里，并绝少苏醒。快出鱿鱼丝儿，左边。感受他的拉扯吧，从不停歇。再来做本我如何？孩子。再吃一层打皮回家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他们需经受考验，方能成长。看不懂，这鱿鱼这英雄伤害就这样，拽着一个大就秒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我使用过后，它会是一件上好的祭品。大海原本平静，先出个分离者，却会兴风作浪。最后补了。生命既是果实的芬芳，战斗的愉悦。对，被降罚者在反抗宿命。我有打野，你有吗？哈哈哈，这都能空了，嗨嗨。放什么大？我都没好意思，你直接杀他，你留他一会儿，这还得交个大招。往上靠，像鱿鱼丝儿往上刷。敢跟我打，敢跟我打啊！敢跟我打，我这大皮鞭呢？人多了不起呀、啊！人家的拉克斯是中单啊，中单拉克斯怎么能上来的呢？刚才何其孱弱的神，又一个。这个船长，我觉得他有点东西。虽然我没看见他怎么操作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船长肯定是有点东西。浪潮将拖你下沉，除非你向着海岸。我们继续带。学习，光看他们的扭动。对，完成。
马跑，跑，跑得掉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还有个奶妈，我醉。老宇会记住的。我醉。比你咱俩谁人多嘞？毁摧毁祖宗，这没用，这老善良的人绝不会要求你伤害他人。我追，把他灵魂快！给你整的旁边全是我的鱿鱼丝儿，你还敢过来抓我？能给个蓝不？佛爷哥反正也不要蓝，拿个蓝 buff。动吧！为什么后厨的这些英雄都不咋费蓝呢？要不就是没有蓝条，老整这些没蓝条的英雄干什么玩意儿？多不合适。这些有蓝条的英雄这怎么玩？框里头一个烟雾弹，我操，我都动不了。他俩都挺赖呀，给我一个框，然后给我来个烟雾弹。出不去，真累呀。赏金收菜了，我们家收不了菜。我们家两赏金，除非来个赏金猎人之魂。猜我的法绝木也，永恒之环。追他的人儿啊，不追他的灵魂。追他的人儿，他有减速。
给我放。我们的灵魂并非大，给我放，给我放。来，我们上高度。现在。我追，好，我追，阿闪，我砸。没办法，全是远程英雄。哎，太烦了，这远程英雄了，还得是打近战。出个十五，来个魔切，再出个紫炎之力就欧了。去下路带去。红我就不拿了，我去拿个对面的蓝，把蓝 buff 拿了。等一下啊，哎，你真敢来呀、啊！我发现你咋那么狠呢？真敢啊！谁都敢打，敢往我脸上一，我这全是鱿鱼丝儿。看我这左边多少个鱿鱼丝儿，五六个。全是鱿鱼丝儿啊！来，出来呀、啊！学习。对。能不能先帮我拆个塔？来，妈救救！我追。先杀牛头，
妄想打败我？回家，山林。是。不回家，吃个蛤蟆。动吧！我这鱿鱼丝多的都没地方生了，看见没？刘头敢打我的鱿鱼丝儿，你给我过来吧你！给我继续生成鱿鱼丝儿，你给我过来吧你！给我拍，兄弟们，我一百个鱿鱼丝儿，我醉。绝木人怎么打不死呢？绝木人为什么打不死啊？